阿妞你好，我是小花，欢迎来到游玩新花样新的一集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游戏是奇遇世界。如果你还没有帮我订阅频道的话，快帮我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奇遇世界是由网易研发的一款赛季制游戏，每一个服务器只存在一个赛季的时间，并且有一个剧本玩法的主题。服务器的游戏玩法由剧本主题决定，通过选择不同的剧本，每个剧本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。在不同的剧本中，超越者可以体验不同的玩法规则、游戏场景和剧情故事，还可以发挥创意和好友共建大世界，也可以回归田园，坐拥一方沃土，成为一名农场主，还可以叫上三五好友开展各种娱乐活动。在这里还有一个永恒岛，是超越者专属的超级仓库，你可以存储继承赛季的奖励，包括游玩剧本时积累的物资，在各个世界搜集到的稀有收集品，以及独一无二的家园蓝图，并且您还可以精心挑选积累的物资带到下一个赛季。永恒岛就是您的快乐老家，您可以持续积累在不同赛季的收获。您也可以在这里定制规则，和众多好友来一场 party， 设置各种可玩条件、天气、时间、 PVP 权限、武器权限、载具权限，通过丰富的自定义功能，与自己的众多好友一起玩出无限的可能性，搭建一条赛道，来一场载具竞速，捣鼓一张运输船地图，来一场 PVP 单挑，又或者只是一起喝个下午茶，想象所及之处都可以在这里实现。今天的游玩新花样就是这样了，你喜欢吗？2024年7月10号奇遇世界正式公测，快点击说明的链接来下载吧。我是小花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在说明当中找到我的 DC， 加入 DC 和我每天晚上一起共襄盛举吧。那么下集再见了。